我们致力研发创新突破。15年，我们勇于探索，精于创造。15年，我们追求极致，铸造品牌。深圳市触发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始创于2007年，是一家智能灯光控制系统、娱乐包房灯具以及娱乐系统集成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声光视讯科技企业。公司拥有4500平方米生产制造面积和200余名专业员工，每年超过10万余台的产品销售，覆盖900多个省市以及海外地区。作为国内首家研发生产 DMX512 智能灯光控制器的厂家，触发数码在新技术开发及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研发团队的设计方向从硬件到软件，从底层技术到应用方案，不断突破技术上的壁垒，让触发数码在大型娱乐项目、高端 KTV 和派对式包房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触发数码先后自主研发生产了娱乐智能控制系统、触摸显示器、嵌入式舞台灯以及 KTV 娱乐周边外设等多种产品。在2021年度，触发数码更是率先推出了行业首款声光视讯智能控制系统及200瓦大功率光束效果灯。这些产品的上市应用重新定义了传统 KTV 包房的运作模式，在国内掀起了一股派对式 KTV 的潮流，为娱乐设备行业再次注入了新的发展方向。触发建立了一流的 SMT 贴片、塑胶制作、墙板印刷、产品组装以及灯光调试等生产线，层层把控各个生产环节。产品经过6条生产线完成组装，最后进行各项精度校准和寿命测试，以确保它们能应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待所有测试合格后，产品才能包装入库，最后送到客户的手中。专业的售后团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全天候不间断的售后保障，保证及时快速地解决客户难题。触发针对所有客户提供一系列教学培训，帮助客户培养技术骨干力量。公司还配备了声光视讯演示厅，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体验最新的娱乐技术发展方向。多年以来，触发数码产品在银乐迪、宝乐迪、纯 K、 魅 KTV、 唱吧卖送以及星聚会、好乐迪、大家乐、奥尔玛酒馆等等多家连锁和海外东南亚地区的娱乐场所实施应用。凭借多个地标性的娱乐项目和过硬的品质效果，一度成为甲方对灯光要求的统一标准。未来触发数码将以企业影响力、社会参与度、企业战斗力为目标，阔步出发，持续在娱乐领域贡献自己责任和使命。